哦，有嘞，所以我们要玩这个吗？好，没事，你们继续聊，我们边玩边聊，普通就好了。Honest 包含暴力、杀戮、情色及不雅措辞，请尽情享受。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名记者，名叫做迈尔斯·阿舍普，希望在地球上展开一场地狱般的旅程，总是乐于冒险，找出那些记者不敢访问的故事。他将会在巨山两人院找到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尽可能的存活下来，记录一切。记者不是一名战士，穿梭在恐怖的巨山疗养院，唯一的选择是逃和隐藏，否则便死路一条。尖叫声？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尖叫声啊？一个作死记者的故事。这应该没什么好怕的吧？对啊，这应该没什么好怕的啊。莫科夫精神病院的非法行为，你不认识我，但动作要快。他们可能正在监视我。我用了2个礼拜的时间咨询了莫科夫精神病院设施，才设计出软体。我违反了好几条 NDA，那些该死的混蛋！这里正发生恐怖事情，我试着不去理解，也不相信看到的事物。医生们正在谈一种睡梦疗法，理论已成熟。山上的东西正在等着他们，人们正在受到残害，而莫科夫却赚着钱。这件事情必须曝光。对啊，是第一代，因为我没有玩过。哦，这可以录影，我记得好像是还可以开夜光，对不对？按 Tab 是笔记，有的没有的，OK。这边有什么吗？哦，可以蹲下。这边都没有东西，这边就这样吧。这个吧。巨山疗养院，这地方令我不舒服。巨山疗养院因为1971年的丑闻而被政府秘密关闭。莫科夫假借慈善组织的名义，在2009年再度秘密开放。因你的手机讯号都被切断了，与其讲是切断，更像是被干扰。莫科夫伪造了大量的慈善利润资料，但从来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过慈善活动。也许可以趁机打倒这些混蛋。哦，那边有人吗？哎，当记者在举起摄影机的时候，才会写笔记。啊，刚那这个山这个窗户刚刚是不是有人了？
住了。没有东西。旁边吗？被锁住了。都被锁住了，那我们可以回家吗？反正又不会有人。他为什么不早上再探查呢？而且这算是军用的装甲车吧？哦，好，太好，我觉得他出不去了。古人有云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唉，跳！哥哥，虽然是个记者，但是体力不错。对，太好了，你可以准备死了。按住下，滑鼠左键打开。哦，没有人欸。我觉得这个记者他到最后一定会后悔他进来这里。都没有人吗？哦，电池，就这样。嗯，谁？病人是比利，观测医师克尔休斯顿。病人声称能在半睡梦中看见亮光，可见形态生成引擎的观察已经到空前的规模了。比利问起他母亲起诉莫斯科的收容情况，这代表安全系统上有严重的漏洞。比利声称他发现了崔格医生梦想的真相，只有崔格在公司的资料，一向是在东马克的理查·崔格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不作死就不会死啊，亲爱的。怎么关？按下左键关上。有必要这么用力吗？好暗哦！哦，什么？好，又
储存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什么都没看到哎、欸！我什么都没看到哎、欸！这是什么啊？尸体吗？也没有头嘞、欸，头落在这是不是？呜、哦！死了死了！藏起来怎么藏啊？不、是哪一个吗？好好，第二手哎、欸。所以刚刚他们那个装甲车，其实他们是军人咯。Little pig。啊？哎？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所以刚刚那个算是主谋吗 ？I see, merciful God, you have sent me an apostle. Guard your life, son. 你被召唤了，活下去了，孩子。这不是件好事情啊！